今天到这个舞台上向谁告白？向我们的娘告白。因为我们的娘已经老了，我们也长大了。啊。我们的娘不让我们出去干活，我们只想找一个大的舞台去演出。为什么呢？觉得我们还小，对，怕吃亏。怕吃亏，所以你们今天到这来告白的目的，除了要向娘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之外，还想让她允许你们出去演出，是吗？是的。刚才你们说来自于各个地方，现在都在河北沧州，你们的这个娘是你们的亲娘吗？不是。你们来描述一下你们的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妈妈比自个儿的亲生父母都要亲，她在平时对我们是最好的一个。最好的妈妈。你们是来自于学校还是来自于杂技团？我们是娘的孩子。今天娘来了吗？没有。你们是怎么来的？我是偷偷跑出来的。你们哪来的车费呢？到北京来？哥哥姐姐一起来的。啊，就是他们带你们来的，是吧？他们嘴里所说的哥哥姐姐，也就是他们娘的儿子和儿媳在第二现场。我们来通过屏幕跟他们交流一下。你好。你好。你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啊，我是王俊霞的儿子，这是我媳妇。为什么这七个孩子的这个生活物为什么不能够送到慈善部门或者是相关的社会福利部门去，要你们自己来养着他们呢？我们也想过，不过孩子们也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这个家，我们也舍不得他们。